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7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24年元旦讲座的通告。2024年元旦在香港的讲座已经紧锣密鼓的在筹备，这次感谢香港团队全力以赴，巨细靡遗的规划，以求尽善尽美，圆满完成这一次讲座的活动。从2020年开始，张医师在澳门演讲之后，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中断了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虽然如此，我们这几年也开启了线上的课程，透过直播，张医师把他最新的理论实作还有学员的提问都在线上给大家详细的解说和答疑。这一次2024年元旦的香港讲座，我们的主题是原始点医学的突破与创新。张医师将改变以往讲述的方式，因为他希望所有来参加的学员都能够真正的学到原始点的真本事，不只是了解基础理论，更能够充分的应用在生活上。所以这次在现场，他会指导大家用原始点如何诊断，手法怎么样正确按推的示范，还有内外热源的应用，还有一些操作的正确方法，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次香港讲座的主轴。当然因为场地的限制，有些学员没有办法参与后续的培训，但是相信这三天张医师会把临床上的实作经验全部亲自传授给大家，来弥补不能参与后续培训的不足。我们希望大家珍惜把握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好，以上是2024年元旦讲座的通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播出我们重新整理过的头部原始点的按推新方法和注意事项。那我们现在就放这段视频。2023年11月整理更新，头部原始点按推新方法及注意事项。好，原本是食指法，现在改成这样，拳头法，然后拇指翘起来。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握食拳，不能握到很紧，这里是松的，这样按下去就会有弹性。两骨之间贴近耳背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那一般耳后原始点有三点，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三点，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当然临床上还有人痛到这里下面来，但一般都是在这里，也就是约略半根食指长哦，这个位置。好，这个拳头不要握紧，不要出力，握虚虚的，然后这样按的时候它会有弹性，我要的是这样啊，这样就能够做到让患者没有压迫感，但又可以柔到深层。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深层跟浅层不再用手的力量的大小，而是来自于身体的调整，把空气带下来，这种力量又大又可以深层，但又没有压迫。希望在这个解证的过程中，让患者付出最少的代价。事实上他这样很小，然后这里是站直的，然后你这样才能做。如果你的脚是这样，然后要按这那个做不出来了，你没有办法用上身的力量下去了。所以脚的部分，第一个保持距离，第二个要并拢，然后打直，然后才能够弯。距离你一定要调，切记不能这样，这样头就变在这里了。那你如果有感觉到这样，然后这样看下一定是错的，头看下去刚好是我的眼镜刚好这样的距离是最好的。好，头部原始点，这手轻轻的扶着，然后把耳垂拨开，用食指去测试耳背还有两骨之间三点的交汇处，就是第一点。好，那这一点找出来，我们工具拿好，握虚前，以食指垂直的顶下去，这样直接就顶进去了。这一手轻轻扶在这里，不要这里，你看我的脚是打直的哦，然后我身体这样，这是很轻的。如果我要伸成，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我是有弹性的哦，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说我这个要凸出来才可以揉进去啊，不用，你这样平平的就可以了，只要够松够柔，你顶进去就可以到深层了。那我们开始做哈，前头左右摆荡，均匀的摆荡。好，这是第一点，你食指按下去的时候中指也在按，所以有可能是两点一起做，那这样就更省事了。第二点，好，我下来一点点，因为我两指都有在按，所以差不多第二点，顶多第三点就差不多了。好，这是最后一点，那这样我就做完了。那你头转到我这边，另外一次我重复做给大家看一次。这个时候他转过来，你要注意哦，你要对着他的头站哦，他斜斜的哦，他不是直。那我就这样面对他正面，本来我是站这样，但是他的头是这样，我就站这样，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下去了。好，那一样找点，耳垂拨开，食指测试，工具拿好，直接顶进去，就这样按，轻的我做一遍给大家看。好，啊，如果要重深沉一点，你看我身体的变化，我往下沉，我往下压。有些人要揉深层都会用手的力量，这里就变这样，打直一定做不出来，一定要有一点微弯，这样就可以达到深层。好，这个就最后一点了。紧接着就是讲枕骨下缘，枕骨下缘的位置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后面乳突骨对过来，然后再来枕骨下缘交汇处，就叫枕骨下缘的起点。沿着枕骨下缘紧贴着骨肉之间，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为终点。枕骨下缘有坐姿跟站姿，你们可以选一种都可以。我先示范坐姿好了，他因为趴着，你不可能坐到全部都坐进去，你还是要有一点空间，身体稍微转过来正面对着他，这样你才好坐，不要这样啊，这样压力又出不来。好，我开始做哈，这样第一点，这里要注意的90度，这里也是90度。好，这样一直按，按到颈椎的大脖筋，这个就是最后一点。好，这样我们的头部延迟点，这样已经做完。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